我们好像迷失方向了。喝更鸟嘞！这不会是养蜂场吧？你不会带回来养蜂吧？对啊。我为了今天，我还特别去测试了一下我的那个御夫术还有没有办法用。啊，小龙女啊？对啊。结果测试完不灵了。所以我上次被蜜蜂叮。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，一言难尽。怎么又一言难尽了呢？你看，这边是老房子。老房子。嗯，我这样讲好了，这边以前是一个古时候的战场，所以你看。这边有很多的这种老房子，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今天特别，感觉这边还是有人整理过。有，就是这边还是有人在做使用，就是你看有种香蕉啊之类的。阴风阵阵的，嗯，这都废弃了。怎样？我们的大胆夜雨哥哥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啊，走啊，你进去看看。你在玩我吗？这么久没探险，你是在玩我吗？给你表现的机会。我怎么不怕？就怕蛇。枕头哎、欸，枕头？对啊，新的吗？枕头啊。怎么样？古宅，然后里面都很多杂物，都是杂锅厨啊。哎、欸，那有那种。老旧的水壶啊，什么水壶？超大那种哦，很老旧的水壶。这边还可以钓鱼。嗯。相传当年这边发生一些那种抗战的事迹啊，那因为这个地方据说在地的人，哦，他在这边住了40年，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。之前这边还是古战场的时候，就一直有发生战争，然后有死伤。那这些先民后来在这个地方，在第二次又发生战争的时候，这边变成了一个军事要塞，就是他这边有一些遗迹是当时战争所留下来的。这房子也太老旧了吧！这边还有湖哎，你看。这些毛巾都新的啊，还有人在使用。然后听说在地知道这个地方的人，会有些人会来钓鱼。哦，那我相信这么晚了，他们应该是不会来了。谁会这么晚来钓鱼？你跟我讲。是这个发出来的声音，风很大。嗯。特别挑了一个阴风阵阵的晚上，带你来逛这个古战场啊！那我是要先用个便卷变成死亡骑士。你现在还笑得出来，你等一下你就笑不出来。然后，干嘛？刚刚有发出声音，风吧。我目前是没感觉到什么声音呢、啊？树枝吗？嗯。怎么样？太久没有探险，胆子变小了、哦。
啊，太久没有探险，胆子变小了。开玩笑，我谁？欸，听到水声有声音，有水声，丢东西进去的声音。该不会是有人来钓鱼吧？怎么可能？待会照一下。去啊，你怕什么？你去啊。我去。你在前面，我在后面吼掩护你。啊，你这样对吗？脚踏车，是不是有人住啊？有可能。看这边都是这种老房子，对啊，超旧的。啊，可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就不是这个啊。啊，不然呢？我们的目的地是什么？你不是就是来看我养蜜蜂的吗？不是啦，越往这里面走，感觉气氛又不对。嗯。如果刚刚那边真的有住人的话，那心脏真的是蛮大颗的。他这个椰子树感觉应该是没有在照顾的，你看地上都是椰子。头会晕晕的呢。嗯。确定我们没有走错路吗？哎，不对，那间房子是刚刚那个感觉有住人那一间吗？对啊，可是看起来不像有住人啊。对啊。我们好像迷失方向了。喝更黏嘞！这听起来就不像鸟的声音了。备用一下。是我们应该要往哪里走？不知道。看，而且有救护车的声音。嗯。好骂那么大声，这边吗？还是这边？像啊，可是这那边都蜂巢啊。对啊，哦，头晕晕的呢。对啊，你没发现我们走回来的时候，它就突然叫吗？嗯，只要我们一接近那个地方，它就叫。有摄影机哦，哪里啊？
我刚看到红外线。有啊。有哎、欸。哪里？那边来。你没看到红色的吗？没有啊。是我看错。是脚踏车那个反光吧？我过去看看。我去看看。反光哎、欸！拍谁啊？拍谁哈？有人吗？没看到。走过去啊！不要，感觉有狗。因为我看到狗链，那为什么不要？算了，我就说吧。我说有狗链。目的地到底在哪里？有人，有人。